啊，你被反了，那、啊、这才打呀？我觉得一般吧。那就开炮，打就开炮，打不打？一炮，一炮。别吼我，我感觉我被演了，好吧？这韩信让我有点伤心。在路口放好了一半，帮忙的。啊，那真是没办法，我这样过来帮你，他惩戒惩不到，这怪谁呢？这简单的惩戒，直接把他这个蓝 buff 拿了。张飞一吼，直接越塔把我越了，确实折磨这把玩的。高手从来不抱怨环境，根本拿完蓝了，对吧？拿完蓝了，我们看这边有没有机会惩戒，直接大刀灌脸上，一波上打走，你先后台，不要管这边。云龙一个，哇，大哥，啊，猪八戒又在带着浪，我们选择直接放中线。为什么直接放中路呢？因为放中路的时候，这个是有这个加成的，对吧？他有加成啊，你这种追着上去打他就厉害一点。然后这个时候宫本好像漏了，无所谓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可爱的这个孙膑给宰了。嗯，在这里卡个大招就行了，让他别有想，别有太多想法了，好吧？只有两个字，收徒。